好，我们来打第二关的最后一个 boss。之前一直打不赢，现在应该打得赢吧？他放飞到全体的。我都快死光光了，也要打赢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，这次有赢。好，亲爱的冒险者，快把你电影评分分享给大家吧。分享会获得哦，所以我要分享吗？好，分享。好，分享完了，然后获得1000钻，有点强迫推销概念哈。OK， 第二章元素之地完成，完成了主线的地图，好像没办法再回去打了。好，眼睛敞开放 ，OK。所以随便打一场就好了，免费。这也太强了吧！16等我都打不赢啊！哦，这个应该可以。有一个60等的，我的天哪！我刚刚怎么一直被击空啊？好强哦！好，不知道打不打得赢。哎，打赢，打赢了，也赢了。OK， 好，先这样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先抽个10连抽啊，钻石，这个是什么系列啊？好，不知道，不管，抽就对了。经验英雄每次抽，好，我们抽个，抽几次啊？抽个，会不会以后有活动是要留着啊？还是不需要？不需要留？切换倒数，要留吗？毕竟我也是第一次玩。好，先抽3次，30抽。OK， 把自己翻开，好，这张有了，这张没有。哦，这个老人好像大家说好像必练齁。好。好，紫卡。这一只。好。这只抢吗？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好像很多重复的。好。好，我们等一下20连抽。好，再一次。哦。左下角这一张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张我也有了。好，最后一抽了哦，各位，怎么抽到都是废物啊？没有纸卡，没有传说卡，好吧？不是说音乐 OK 好，不是说每次抽会有一个英雄吗？好啦，你不要一直出来啊！心愿清单怎样啦？心愿英雄，几率不变。OK， 就是你选的那些角色会更容易出来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刚按掉什么？这个已经有啦。我们应该先抽我们没有角色的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的。有的就不用了，我们先有再说，再求复制卡。好，不是说每次都会哦，只有一次是不是？哦，还以为每一次都有好，
看一下英雄，好多张哦，这张是废物对不对？看起来就是废物，一脸废物样。那是不是可以卖掉？有些是不是可以卖掉？我们留一张就好了，留一张，留一张，留一张，哨兵都通通卖掉。啊，这个牧师也卖掉。这个啊，这个也有一张，留一张就好了。有锁定的，我怎么看有没有锁定起来？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这是什么？魔化种子。留一张就好了。这个 OK， 皇家卫兵，皇家卫兵也留，皇家卫兵不用留啊。哦，我已经有，本来就有一个四等的。OK， 这是稀有啊，稀有留一张。这个这是什么？哦，留一张。有人说这次蛮强的，他是可以 OK， 他可以把一个人绑住，然后这个留一张 OK， 留一张。好，那我们好，我们背包还可以再抽一个。好，记得背包可以抽，等我一下。每日100了，好，好，我们每背包还有一个可以抽一次，灵魂石抽一个 ，Go。OK， 好，一样东西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这集就这样，那我们第三关看能不能把它直接打到首领 ，OK。谢谢大家这次收看，喜欢我们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 跟 FB， 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